啊，我姓杨了，通常他们都叫我Yong哦，所以我一来我的名字已经叫了50多年，都是叫Yong哦。我是 Mrs. Yong 了，我就这样的老婆帮他顾着这边米发的小德了。我们收容所呢有2000多狗啦，有乌龟啦20多只，有猫猫啦，有一只猴子啦，一只猪啦。讲起这个起源，就是本来是由一位啊Auntie Meefah她创办的，哦，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她很喜欢这些小动物，所以她每次看到有受伤的流浪动物啊。啊，他们都会把他带去兽医那边治疗，过后因为治疗回来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地方再放回，连在朋友的鼓励下，他创办了这个米花收容所。我们现在这边的是新的，因为太过爆满，连啊地主要收回，所以才搬来现在这个地址。这个现在这个地址比较大，这个当时6英亩，建造费又超过大概是100万。因为安迪米花已经年老，哦，你看他也没有这个啊心力去管理这个地方，啊，他的很多资金都给人家啊骗去了。原本要打这些整三千只的那个流浪狗要安乐死，啊，因为后来我们觉得不忍心啊，哦，所以我们不是说是有钱，但是我们也。无奈的去接手过来，毕竟这个是一个无底洞，没有人敢去接手的。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也不是说很好，啊，通常啊都是在支撑着挨着，因为我们的数量太过多了。我们不可以每一次都拿回来了，我们想了，想想救他们了，把我们能力不够了。我们对于其他的。人好像要弃养的啊，哦，那些我们都不收留了，因为毕竟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的责任通常就是说，把那些外面受人家欺负、虐待、残缺、不能够自理的，哦，我们才把它安啊放进来这边，给一个地方给他自由，给他享用他们的空间，不要再让他受第二次的伤害。目前现在数量是特别多，所以开销也特别大，而现在赞助的人也不是说很多。由于我们现在是一个 NGO， 是非政府组织，也是非盈利机构，所以我们是靠大家的资助，而我们自己的车除夕夜也用到7七8八，所以我们可以很省的去啊用。通常我们应该用的我们才用，不应该用的我们都没有用，啊，比如说啊那些受伤的狗啊，我们都是自己去处理，皮肤病啊，啊狗舍病啊，啊这些肠胃的问题啦，全部都我们自己用药，除了那些比较严重的要开刀的，好像有啊那个肿瘤啊，所以我们才会送去啊诊所，啊连 UPM 也有教导我们很多那些。医药的知识，所以我们在这边一路来都是边做边学了。啊，连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筹粮食了，每个月我们大概是要消费到4万多块了，因为狗粮我们要去到3万多了，米粮就要1万多块，所以我们每个月都在很辛苦的支撑着，但是我们怎样辛苦都好，就是让它可以继续的在。走下去，不然这些流浪动物，真的整两千只流浪动物，不知道要怎样去安顿它们。我们的生活是已经是颠倒了的了，完成我们的工作量就算了，就是说我们每一天早上，我们都会处理再把生那边有14只那些比较老的，啊生病的不能够自理的那边。所以我早上起来打理他们好了，来吉隆坡咯，来拿那个鸡胸肉啊，他们煮了，来这边的狗吃咯。我就爱上来这边的收容所咯，看他们的状况怎样，有没有健康的问题。过了后，我就要去外面再食粮，
因为很蛮多的人他们都会赞助我们，如果我们不在的话，我们根本都不够给他们吃。我们每天用的白米就要200公斤，那个狗粮就要用到18包啊，还有这些鸡肉啊鸡骨啊，这边最少我们要用到250公斤，他们才够吃。但是不是每天都会有这样理想的啊赞助给我们，有时我们会拿到很少啊，所以是以长补短咯啊。我们最主要的是他们可以有一餐温饱先啊，其他的我们才慢慢的去考虑。毕竟这边的环境也是蛮久了，也很多地方必须要去修理，但是目前我们的资金还是不够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些狗狗有一餐温饱先，身体健康先。如果是想捐献给我们的话，最好是说煎米咯，狗粮咯，还有一些清洁的东西咯，比如洗碗水啊、消毒水啊、香布哦这种东西，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日常所需要用到的。如果是想捐善款的话，可以直接汇入我们的那个非盈利机构的那个户口。我们会呼吁所有要养狗的人必须要有他们的责任啊，最好是要有结扎，要有疫苗，让他们生活比较有保障啊，不要说等到他们繁殖过度的时候就把他们的孩子丢弃在外面，变成了流浪动物。动物局也在立法要惩罚这些遗弃那些宠物的人，可以最高罚到20000块，或者是坐牢2年，严重的话可能是两者兼施。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救援不是很伟大，要养它的人才是伟大，因为你养它你必须照顾它一生一世，它的生病它的感受你必须要跟他一起理解。看到个患者呢妈妈呢会看小孩子呢，不要买动物给他们玩一下时候呢就去丢掉了，那是很可怜的那个动物。要传达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是说，不要去养，不要死乱终弃。开始的时候你就很乱了，最终你就把它弃掉，因为人很多都是贪新忘旧，他喜欢的东西可能是三五天、三五个月，还是三五年。通常他不喜欢的时候，他就会把它丢掉。狗他们是一个生命，他们不是一个物品，我们不可以随意去限制他的那个生活，也限制他的那个自由。所以，如果要养狗的人，你必须要很慎重的考虑清楚，你能不能够负担，能不能够养它终老。那如果你不能够做到这点，就希望大家不要去养它们，而去害它们。